大家好，我是中文投资网大宁远软件金融工程师 Hugo 周。今天是10月21号，周五，美国股市大幅上涨，它带动了个股的攀升。其中，在我们大宁远强龙出海模型里面，我们近期追踪的股票 DPC，以及昨天我在视频里面谈到的 ABX，它有买入的时候43.23块。到今天最高的45.55块，一共暴涨了5%。而长龙出海模型，它是一个扫描出创52周新高的一个模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如何设置出这个模型的。首先，点击 Windows，在新菜单里面选择 New Signal Scan，然后右键点击界面，在热门扫描里面，我们选择10 days since last 52 weeks height，这就是强龙出海的模型。而在今天，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扫描到的是 Domino Pizza，代号 DPZ，它是很有名的一家披萨店。它在10月19号的时候，我在我的 VIP 会员区提醒了用户，这只股票创出了52周的新高。而且它的成交量不断的在扩大，当时候的价格是31.03块。然后我们再来结合一下它的技术面，看一下它的日线图，我们发现它当天刚好创出了52周的新高，打开了它一个很好的上升的空间。而今天在21号，我们再次扫描到了 DPC 这只股票，今天它在12点钟的这个时间，价格已经上涨到31.6块，而且它的成交量也是在扩大当中。而再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在下午的2点半、2点钟左右，它的股价上升到32.04块，也是 DPC 这只股票。更厉害的是，在收盘的时候，DPC 它上涨到了32.25块，我们一共获利了4%。在这个强龙出海的模型，非常适合一些做中线的波段的投资者，你不需要再去费心思去找那些好的股票，只要打开大牛眼就 OK 了。在此，我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交易愉快，过个好的周末。